至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款游戏活动的时候送那么多的，我都被送服了。稀有召唤水晶、远古召唤水晶、传说召唤水晶、英勇稀有，而且还会有技能传说晶石、传说英雄结晶等稀有的奖励。那还不来给我看看这三重奖励我们怎么来获取？这个三重奖励我俗称有手就行奖励。最简单的第一重，只要动动手签到就有25张稀有召唤水晶、6张远古召唤水晶以及1张传说召唤水晶。最主要我们拿到一本英雄重置书要来干嘛？这个是最稀有的。比如说你看，我练了一个三绝，当时年少无知练了一个三绝的卡里索普，现在我又可以把它还原掉，重新再练一遍，或者说你把它卖了，卖到山沟沟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向荣华富贵来兑换更稀有的远古水晶以及神器精华等等好东西了。第二个有手救星系列，就是我们来看送的一个新的角色以及新的皮肤以及各种各样远古召唤卷还有传说技能水晶，这个就有点猛了，这个就需要你手稍微动一动了啊。完成召唤装备强化竞技场工会首领进阶本资源本以及魔潮系列的任务，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角色以及相应的奖励。大家这两天啊，我相信已经囤了非常多的东西了，在明天大家可以尽情爆发一波。第三重奖励我俗称躺着拿奖励。什么躺着拿？我们来看全服抽卡直接送英雄精魂还有远古召唤水晶以及传说晶石，这个三个东西都是超稀有的道具，而超稀有的道具你只要等到全服抽满卡了之后，你只要跟着喝汤就可以了。这一波我特别服，我的小丑就差一绝拿出最高的输出水准来打龙了，50000分指日可待。好的兄弟们，那么接下来还有国王卡斯的 UP 以及孙悟空这个角色的到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潮汐守望者在12月份给大家带来的劲爆时刻。